一二三 ，Go！ 交棒，交棒。嗨，我还有，我还有，嗨呀！原来那个是自己开关的吗？那是自动，那是自动的。OBS, OBS, Office, 拜拜。ありがとう。好怀念以前那个收费站，就是那种很缴费的那种感觉。成功，体验成功。这边才是对的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来这边了。我跟你讲，才会有美景，但惊喜往往都藏在细节。有热带雨在下面，蓝色的，好多，而且还有那个蓝色的。真的是那个啊，海里面，海里面像大便。真的有一条，然后你看，好多海鲜都可以吃。新年开心果，开心果的味道。然后牛奶味蛮重的。古屿立岛唯一能去的一个景点，神秘的小景点，而且很适合情侣一起来。啊，如果单身不要来，就是要来啊，来这边求爱情啊。要不要推荐给西瓜？西瓜就随缘啦，祝你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好吗？加油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情侣诗。我的美食雷达 B B B。特别的鸡面，非常居家料理的，居家料理，它就只有鸡的面跟饭。我们就闯入别人的民宅一样，来吃当地的道地美食。要探险的方法，然后去找到这家正宗茶泡饭。好咸啊！这个很家常，这个很咸。我觉得这个汤如果不要加太多啊，应该很好吃。它的肉很扎实，海鲜味道超重。不过铁虾有点小了，这应该比较像西虾了。吃起来味道跟炸鱿鱼很像，但是它把章鱼弄得很软，我觉得很厉害，非常软。那我们秉持着想要挑战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点了这一道冲绳辣酒面。这吃完嘴巴有点臭，但是它味道很强烈，它应该蛮适合配啤酒，配啤酒一定很适合。哇，那个猪饭超好吃的，
它的醋块是很扎实的，刚才刚刚好。我第一次吃到这种醋块，这里都很 Q 啦，但是本身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，但是甜甜的，跟醋块搭起来非常非常的搭。然后它一口这样吃下去是刚刚好，刚刚好饱足，我觉得。我再吃一个看看，肉很厚，看到鱼肉超厚的，然后饭跟肉也不会说这样散开，它在里面。咬完之后又有一点入口即化绵绵的感觉，很难形容，就觉得很新鲜。那瓦萨比已经放在里面了，所以用瓦萨比再加酱油，那刚刚好。然后还有一个姜，我来吃看姜。台湾吃不到这样，你们自己来吃。送餐速度超级快，才刚送出去，大概三分钟吧，菜就开始来了。你可以看看这边。三分钟前才刚点完的，马上就来，现在来试试看看他们的猪肉。这个猪肉啊，就是要烤的有点脆脆焦焦的，吃起来一样是那种油脂感丰富，然后肉质扎实，一吃就知道是好猪肉。我们时间只有80分钟，时间有限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先不录了，先吃。